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我正在制作这个中共领导人的招贴画，因为我练枪的时候啊，准备用他们的招贴画当成那个靶纸，我呢使用了一个工具，就是把图片呢给它劈成很多份儿，然后从 A4 纸上给它打印出来，那么现在我正在制作靶纸，我希望到时候我能把这个射击的场景也拍下来。大家乐一乐。这个是尺子，这是刀，我把它放在 Costco 的纸壳子上，好裁。我大学学的是精密仪器，画那个大图、彩纸啊什么的。现在基本把所学的都还给老师了，剩下一点东西呢，就这样。咱靶场见。